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飞刀教练白面书生。今天我来分享正手直飞食指控的肩臂发力。上一节课我们说到抖腕，用惯性把刀往前抓到膀子里。那我们这次来说说关于手臂。上一次我们前臂的力量，前臂，前臂，抖腕，前臂，抖腕。好，这是靠抖腕和前臂的力量。那我们来看，加上整条手臂和肩膀、肩臂的力量，也就是往后退大概到你前面抖臂的、抖前臂的极限。比如说你前抖前臂可能一米、半米，那你可以推到一米五、两米。好，它的标准就是手臂伸直。好，我们甩出去的时候，手臂伸直，整条臂像一条鞭子一样，唰往前。当刀尖跟把尖把心对齐的时候，放手。我们来做个示范，伸直手臂。伸直手臂，伸直手臂，伸直手臂，伸直手臂。伸直手臂。伸直手臂，伸直手臂，伸直手臂。谢谢大家。